好，伟轩说：“老师，你多举两个例题好不好？”伟轩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老师，因为我很想学的，我发愤图强了，很好。”伟轩又加上说：“老师，我是要解题流程的，我再帮你复述一遍好不好？”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伟轩，你说什么？哦，伟轩说：“一，能不能抽？弄来弄去不能。”二，有没有公式可以用？不能。三，交叉乘能不能？四，综合除法嘞？哈哈，综合除法我试一下有正负的哈，这因数有多少？一是，二对对，好，这里的因数嘞，这里因数放这里，一是二，所以有这些哈，正负的这些对不对？一分一，一分二这样哈，OK 嘛？好，试一试，试一试，试一试哦。汉伟就说：“老师，刚我在旁边偷算一下，弄来弄去还是不行。”哦，伟轩说：“也是一样。”汉伟说：“也先不行，好，走投无路怎么办？”哦，这时文琪说：“老师，简单，我知道前后配，加密器完之后配一下前后配，这两个配，这两颗配，然后中间自己人，OK 吗？”好，我听你们的，给啊，听你们三个的，好啦，好啦，给啊。看我也可以啊，好来啊，前后一组咯，4x 加上4，啊中这个两个哈，12x3 加减掉它来，减掉12x 对，好再来减3x 平方对不对？好做完之后来4抽出来，x 加一对不对？加上12x 抽出来，能抽就抽啊，x 平方减一哈，对不对？好，减三 x 平方。好，文琪说：“老师，我会了，你的招数那么简单，来来去去这招嘛，这个配成 y 对不对？”是的，文琪你好棒哦，对不对？汉伟说：“老师，我这段期间我发愤图强的，很好。”来，伟轩说：“老师坐下去，好了，我就坐下去了。干啥？好，整理一下，所以 x 加一等于多少？” y 平方加 2x 平方的，对，好，带进来啊，这时候带进来啊，来带进来，哇哦，带进来，来多少？是 y 平方加 2x 平方，对不对？加上12xy 减掉 3x 平方哈，好，彩虹城它，彩虹城，那彩虹城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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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多哦。等好，加密器排列，哇哦，4y 平方，哦，好了，变成 4y 平方，对不对？这 4y 平方嘛，然后呢，加 12xy，再来多少？再来加 5x 平方，好，这怎么算？哦，好啊，4y 平方是 2y 哈，这个嘞五是嘛，5xx 好不好？这是 5x 平方，这是。四 y 平方，这 OK 这嘛 OK，2xy，10xy 对不对？哎，多好，12xy 很好，所以是2y 加 5x，2y 加 x 对不对？OK 啊，来，汉伟 K 啊，汉伟来，2y 是多少？来，y 带进去来，y 是多少？哦，y 是 x 平方减一啊，y 是 x 平方减一啊。y 是 x 平方减一哈，好，就这样哈，OK 吗？好，整理下来，我直接加密系排列了哈，我直接加密系排列的，OK 吗？啊，好哈，来，就这样哈，直接加密系排列了哈，好吧，省中间一步啊，来，不，OK 吗？好来，所以答案就是这里哈，good，good good。